懒，用完之后脸紧绷。平常肌肤清洁类用品也要根据肌肤类型来选择。洁面奶一般分为酸性和碱性，有洁面露、洁面乳、洁面膏不同质地的产品。酸性洗面奶泡沫较少，比较温和，一般适用于干性、混合性、敏感性肌肤，用完之后不紧绷，非常的顺滑。碱性洗面奶一般泡沫比较多，清洁力较强，适用于油性皮肤，用完之后清爽干净。如果选择洗面奶选错了，比如干性洗面奶选择了泡沫型的洗面奶，不仅皮肤会紧绷，而且长期使用的话会使肌肤干燥敏感。所以大家在选择护肤产品的时候，一定要分析好自己的皮肤类型，选择适合自己的清洁用品。